小姐，台湾的农产品要外销到大陆哦，我们想请你来担任推广台湾香蕉广告的主角哦。这件啊是特别定做的服装，哦，阿莲莲，你看呐，穿起来超好看的啦。还有这个头套，什么啊？还有头套哦？那这样就看不到我的脸。对啦，还是看得出来你的帅气。啊，等一下哦，开拍的时候哦，你只要一直挥动你的手，向大家表示台湾的香蕉超好吃哦，赶快去买那种感觉就可以了。好，开始挥手，嘿，叫大家赶快去买，用力的挥，嘿。大家赶快来买，超好吃的台湾香蕉，五年我黑猩猩都爱吃的哦。奇怪。跑走了，还是收工了。我的天，连我自己都在这边，还穿着这件黑猩猩的服装，哈，真尴尬。突然觉得我自己好像白痴哦，费用你还丢脸啊？该不会这串香蕉就是我的片酬吧？哈。What?